尊亦捱得過，人才誰可以如何，天都逼我怕什麼，留下我是誰錯，誰讓我練成凶悍，成就了可以做王，不氣後果能抬頭迎滅破我。明明能避免說謊，明明能避免凶惡，明明能極放心灑脫淚落，而輪迴沒法見光，而輪迴長期創多，心聲都不知對哪個，全為最終一個神秘結果。無路上逆時光，沉住氣埋頭苦幹，無論有幾尺劍寒都不可以看下方，從沒有懷疑過，從沒有路留給我，難道你冠冕堂皇一句就夠犧牲我麼？邪或正亦由我，仇或怨亦捱得過，人才誰可以如何，天都逼我怕什麼，留下我是誰錯，我不理后果，能抬头迎面破落。你把他们三个藏哪儿了？因为他们财雄势大，大的可以凌驾法律。我甚至可以捧你做一哥的位子，到时候我们黑白两道合作，建立一个新秩序。我知道怎么做，我一定会帮你把小慈禧拿回来。原来你已经变节了。找我，我倒水给你喝。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中枪了，你怎么不早点说？别怕，我帮你止血。你按着，你按着，我叫救护车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是要你接受我，我是不想这个秘密带进棺材。你说你练过金钟罩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练过金钟罩，这个是骗你的。不过有件事我没有骗你，我说过不能让你有事，我做到了。我现在看到你没有受伤，很开心。慕容啊，好冷啊。最幸福的一天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你让我帮你，我已经很开心了，很开心。我真是一个很糟的卧底。你一点都不糟，你替我挡子弹，没事的。没事的。慕容，你挺住啊！我们三个终于都可以像之前那样。梅超，我，你，还有阿丁，永远都是无敌的组合，谁都不可以没有谁啊！啊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们不如唱一次。
次那首歌再唱一次。小姐，光阴散在风里，仿佛想不起。老夫老爷，你在不在？小云在此。你在干？我怎么没有想改？毛爷，我怜惜你，你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怀念过去。将功都还人日子，总有乐趣。此时会绝望，功过都曾存。美梦见真，每日冥冥中无趣。薄的风雨里，一天的死与罪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旁述如。吹过雨静下，将心意再还睡，让眼泪已带走。耶，潮水！这么大的人还哭？就是，愁死了！你真是求死了！干嘛啊？不哭不哭啊！深深不知我，不敢看到你带走。为什么我的纹身里会有一块这样的晶片？这块晶片里面有100亿。你救我就是为了这笔钱？什么事啊？谁？谢先生，过户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名就 OK 了。恭喜，小四喜这家公司现在属于你了。果然每个人都有个价钱，如果没你帮忙，我看没这么容易拿到庞延廷手里的小四喜。你应得的。谢谢，我不会亏待所有帮我的人。接下来新界东北那批地很快会进入第二阶段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帮忙。没问题，我随时准备好为薛先生效劳。你这个混蛋，你说赢定的，你看吃屎吧你。最近股市很好，有什么理由我们的钱会赔光呢？小子，你是不是做我手脚啊？明白，这件事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没办法，我们扒你的皮。不用这么生气，我只是打工的。这件事谁该负责？当然是我们社团的座管
鲍西。鲍西，鲍西，科比说这件事是你搞出来的，你怎么解释？恩叔他们赔钱怎么会关我的事呢？股票不是你帮他们买的吗？但是下指示的人是你，你还吩咐过我，说要比较容易控制叔父们，最好让他们输光了，一毛不剩。这就叫一将功成万骨枯了。他找到老板还不过河拆桥吗？我知道我现在怎么解释也没用。好，你们输了多少全算我的，稍后新界东北的发展钱自然滚滚来，算上利息给你们都无所谓。恩叔，你们别信鲍西，钱没有可以再赚，但他的诚信很有问题。这样吧，我外面有做走私生意，每次收现金确保安全，算上你们，保证你们可以把老本赚回来。是不是真的算上我们啊？算，我阿丁说话什么时候不算了？有兴趣就过来木足店慢慢谈。好，去去去去去！鲍西，你听着，马上选座馆，你别指望会选你，没人会支持你。好。你叫寇比做事，就是想用贝文动叔父母的棺材本。现在叔父们已经相信是鲍西授权给我去买垃圾债券，害叔父们的钱都输光了。我还跟他们说搞走私算上他们，他们全都相信，蒋明选座馆会投我一票。做得好，只要鲍西当不成座馆，他就有机会回头。卓 Sir， 我不太明白，鲍西不是已经进入警队的编制内吗？为什么不简简单单召他回来，要搞这么多事呢？如果我命令他回来，他又不回来，这就是违抗命令。按程序我就要拘捕他，不过我不想这么做，我不想抹杀他这么多年的努力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都不会放弃他。哲瑟说，如果鲍西当不成坐官，他会抽身出来看清楚整个形势，选择正确的路来走。鲍西是一个很出色的卧底，他曾经跟你们出生入死，你们也不希望失去一个好的搭档。清香，不清，你没刷牙，不行，很臭。很臭吗？你快去刷牙才整齐。啊，好。哇，棒啊！你呀，老说手还没好，又说痛，这么晚叫我过来弄这个弄那个。你看啊，其实我的手啊还是很僵硬，还没完全好呢。那医生说你什么时候会好啊？如果你肯每晚过来帮我洗头，早上过来帮我弄早餐的话呢，好不了无所谓啊。喂，别乱说话，他求。那什么味道？哎呀，我再煮通心粉。哎呀，糟了糟了。乌龙王啊！啊，还好我开了小火。尝尝通心粉。你煮的一定好吃。怎么了，寇比？什么事？你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把头低下来。老爷子，怎么回事？你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没事怎么会流这么多血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阿信，别担心。啊！我是怕你担心才不告诉你。自从上次我摔下楼之后，头一直很痛。医生说我脑子里有个血块。血块？啊！怎么办啊？啊！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这个血块很小，医生说做手术就可以清除。我还在考虑什么时候去做。什么时候做？现在就做！我陪你去看医生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哦，忘了带上次的报告，我送去拿。哎，你别乱跑了，报告在哪儿？我帮你拿。在书桌上。你在这等我。暂时不能接通，请你稍后再打过来。
Jesser， 科比不见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看，你打电话给我之后没多久，科比就发了这个短信给我。我查过是用太空卡发的，找不到准确位置。科比的脑里有血块，会出现头痛和流鼻血，他没有跟你提过。没有，他就是因为这样躲避你。我看他不想我担心他。我会派人把科比找回来的。希望可以尽快找到他。放心，你先回去，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谢谢。谢谢周三。怎么会弄成这样？我以为大难不死，原来要来的早晚都会来。我躲避阿信，是因为我不想他再这么难过。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，你可以支持多久？都已经放了这么多时间下去，又牺牲那么多同事，难道现在才放弃？就算我没了这条命，也要完成任务。辛苦你了，卓森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帮你把小四喜拿回来，相信我。嗯，姐姐，我还没找到科比，我会在他家里暂住，等他回来，你有事就打我手机找我。对不起，你所打的电话号码已经停止服务。林浩群先生的病情很严重，他的寿命最多只有三个月。科比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让我见见你。你对我失望，无惧世事变改，还是越难越爱，为你所以在期待，花开花落，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，模糊跳入爱海，沉重越来越爱，就算一切没记载，软弱会再有气概，跟处境比赛，在头上就算有要紧事做，来晚了。鲍西，又想摆我们叔父一道啊？没人信你了。有个消息想告诉你们，你们敲锣打鼓搞的走私生意被海关扣了。不会吧？扣了？哼，一定是你搞的鬼。你这王八蛋，是不是想赶尽杀绝我们？走私能赚多少？风险又大，我怕你们有钱也没命享。小四喜很快就会借壳上市，这里有3%的股份分给你们，签了名之后你们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。哎，是真的？小四喜很值钱呐。是啊，3%有几千万呢。对，我没什么要求，只想你们把我当自己人。哎，之前大家沟通少，市场误会啊。就是啊，小四喜啊是欢喜哥成立的，既然他交给了鲍西，就是信任他。鲍西是有能力的人嘛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鲍西能干呐。怎么那么舍得把那么值钱的小四喜股份送给叔父们？要不是你推阿丁出来跟我争做官，我也不用花这笔钱。我只想你收手而已。说来说去还是要我收手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，我要实行我的新秩序。如果我坐不到这位子，就做不到我想做的事，你懂不懂？就是谈不下去了。如果你跟我合作，一起实行我的完美计划，不就大家都好了？我说过，我是一个警察，你也是。为什么警察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可以有自己思想？一定要听从所谓的高层摆布？鲍西，
我再问你一次，要不要把小四喜和坐馆位置交出来？我不交。许家强，你不听我的话，一定会后悔。大家走着瞧，随时奉陪。死者，快通知军装同事来封锁现场。Yes sir。叶少高，我刚刚回到家，他的两具尸体在我的床上。你现在可以不说话，除非你自己想说，但是你所说的我们将会用纸笔记下，将来成为呈堂证供，明白吗？你跟两个死者认不认识？你不听我的话，一定会后悔。大家走着瞧，随时奉陪。你再不说，我们很难帮你的。我没话说，等我离世了。进来。哦 ，Madam。日山，辛苦了，去歇会儿吧。Yes, Madam. Yes, Madam. 说过你一定会后悔的，可惜你不听我的话。他们两个是你派人杀的？庞延廷杀了那么多人，是报应。林希薇，如果他还是个卧底，就不会死。可惜他背叛了我们，而你坚持要走自己的路，当然要面对这个结果了。就算我争坐馆，我也没有打算要对付科比跟阿丁。你何必做了这么绝？那是两条人命啊！要成大事，当然要有人牺牲了，看谁运气不好。卓凯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？卓凯，你出来跟我说清楚！卓凯，卓凯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杀了两个？新闻已经播了，怎么会有假的？喂。还说选坐馆，坐牢还差不多。坐牢不要紧，我怕他把我们拉下水啊。喂，不会吧？不会呀、啊。你有没有收到小四喜的股份？个个都有份。如果这么算，我们全是他的帮凶啊！啊？喂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嘿，是没进来就听到你们的话了，没有窃听器也听到你们说什么。福哥，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看看你们这，一个个的全都乱了方寸了。哎呀，阿丁啊，给你们找到律师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哦。现任坐馆出事，其他社团可能会乘机占便宜，所以一定要通知各区的头，看紧红鹰的地盘，有什么事也可以互相支援。看见没有？够镇定。又有气势，我就选阿丁当我们红鹰的坐馆。我赞成。我也赞成。福哥，
就照你的意思做了。我选阿丁。好，我也赞成。阿丁，我也选。好，我现在宣布，阿丁就是新一届的红鹰座馆。好，谢谢大家支持。阿丁，恭喜你当了红鹰的新座馆。恭喜什么？所有事都是你安排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以后你看着红鹰，我们里应外合，很快就可以将这个社团瓦解。会不会瓦解暂时不管他，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。鲍西是想歪了，但不至于杀人。我只能够跟你说，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鲍西。这次很明显是他跟庞延廷之间有利益冲突，最后动了杀机。如果他真的变成这样，抠笔污蔑他，我跟他争座馆为什么不先杀了我们？丁小佳，你要记住，你是一个警察，什么都要讲证据，别感情用事。我没感情用事，我只不过想知道事实真相。你要我说多少遍才明白，真相就是鲍西干的，他没得救了，放弃他。Sorry, sir， 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一厢情愿相信他是无辜的。我答应你，我不会在他身上花时间。你明白就好。今天就谈到这儿，稍后我会再联络你，安排你下一步怎么做。说废话的，老实回答我，庞延廷跟林希薇是不是你杀的？你也认为是我杀的？你之前抓了林希薇，逼他们把小四喜给你，现在杀他有什么奇怪？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我说什么都不用。如果你真的没做过，我会找证据证明你的清白。没用的，唯一可以证明我没杀人的是小乐。案发的时候我跑去看他，不过警察一直找不到他，我连不在场证据都没了。那我帮你找小乐。无论如何你要相信我。谢谢。这件凶器是在案发的单位，就是疑凶薛家强的家里找到。经过法医鉴定，两名死者身上的伤口，包括心脏和肺部，引致大量出血的伤口，都和这个凶器吻合。这个小乐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小乐？哦，认识，很喜欢下棋那个吗？啊，对呀，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？谁知道啊，他是个傻子。丁丁，我那边找不到，我那边问过了，也找不到。丁丁，现在鲍西跟你争坐滚，你干嘛还要救他呢？让他坐牢不更好？让你找就找，少啰嗦。Sorry， 我们再找。哦。跑去哪里了？这段就是案发单位楼下面包店门口闭路电视的画面，大家可以清清楚楚看到，被告在1:15进入大厦，也就是证明，刚才被告说案发的时候他在启安街天桥下的证供，完全是在说谎。
薛家强的案子资料。嗯。明天都结案陈词了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觉得这个案子有点不妥。有什么不妥？所有的证据都很完整，好比量身定做，都是对薛家强不利的。如果他真做过，一定证据确凿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想抽身出来，重新再看一遍所有的证据和笔录，看看有没有疑点隐藏在里面。你是主控官，这么为被告，如果被你上司知道了，他会怎么看？我不是帮他洗脱嫌疑，我是在捍卫司法公正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以前做过什么，他没杀过人的话，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。我只是不想冤枉一个无辜的人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我怎么样都会支持你，可不可？倒杯水给你喝。嗯。来，喝杯水。怎么会这样？看到什么了？你帮我看。那你盯着时间码。刚才呢，我看到眼花的时候，我一格一格的看。你看，画面闪了一下，我怀疑片子被人做了手脚。有这个可能。打算怎么做？我打算明天不做结案陈词，把这段片子交给法官和陪审团。如果法官接纳我意见的话，我会申请重新再调查这个证据，也不排除会撤销起诉。法官阁下，我要求再次播放本案的录影片段，请大家留意一下时间码。为什么时间码没事呢？检控官，时间码有什么问题？法官阁下，请你批准播放由辩方保管的另一个录影拷贝，因为这段录影对本案非常重要。本席批准。大家请留意时间码。这段片子也没事，片子只有我跟阿凯看过。控方如果再没其他要求，请你做出结案陈词。本案嫌犯薛家强有黑帮背景，两名死者跟他在生前有生意上的接触，凶器也在他家里找到，案发的时间他没有不在场的证明。控方请继续。所有的呈堂证供显示，本案是一宗有预谋的谋杀案。我恳请陪审团裁定嫌犯薛家强谋杀罪名成立。退庭商议之后有了决定没有？法官阁下，我们一致认为被告有罪。本席宣判，被告薛家强谋杀罪名成立，押后下堂判刑。Cut。我们一定会上诉，希望你们真的能上诉得逞。是不是你干的？片子有问题，只有我跟你知道。不是你做的，还有谁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想推他去死啊？我是执法人员，相信证据，报喜他罪有应得。不是。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在做什么，好不好？
你在教堂跟我说过，你说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一定完成我们的心愿，绝对不可以放弃公益，是你说的。不好意思，莫高姐，今天这起谋杀案做得好。Thank you， 莫高姐，我有些地方不明白，你在结案陈词之前要求再看一次被告进入大厦的录影片段，但是最后又不了了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是留伏笔对付他们要上诉的招数呢？很多时候，外面的人看我们做检控的，会把我们的事业成不成功和能够将犯人定罪挂钩，以为我们将他们定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职责，但是其实我们最主要的职责是要用证据来将事实还原。在这次这件案子里面，我不但不能够将事实还原，还背弃了公义，我不配做一个检控官。所以在薛家强刑期判了之后，我会辞职，这封是我的辞职信。莫高姐，你还是再考虑清楚吧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律政司要靠大家了，你们努力。说得出，做得到。有勇气踏前你幸福，从无回望。再计算也没一种方法，定论什么讲对或错，只需知道别连累你对我失望。无惧世事变改，还是越难越爱，为你所以在。还没有口笔消息啊？放心吧，一定会找到他。现在医学很昌明了，什么病都能治好，对不对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可能是刚才上完庭有点累。宝熙的官司怎么了？罪名成立，等法官判。但其实他不是凶手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？本来在开庭之前，我找到新的证据，能够证明薛家强是被人陷害的。但是谁知道被人破坏了？是谁啊？庄凯。
他呢？有新证据这件事，只有我们两个知道，所以一定是他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心不对，小李怎么进货房，啥子也知道了。立刻给我放缓一点，立刻。寇斌，哎，别起来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收购的怎么样？要发动强制收购，需要持有小四喜三成的股份。我现在还差一成，鲍西知道没有？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收购这么多货，早晚会穿帮的。我料到要跟他斗一场。如果鲍西一直出不来，这场收购战容易打很多。这样什么叫趁他病，要他命？喂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啊？其实。其实我现在也病了，不行，别死撑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行，反正我是治不好，这里和医院根本没分别。卓四，让我完成这个任务，靠你了。想忆前往，曾住起埋头苦干，无论有几尺月寒，都不可以看下方。从没有怀疑过，从没有路留给我。难道你冠冕堂皇一句就够牺牲我么？邪或正亦由我，愁或怨亦挨得过。人在世可以如何，天都逼我怕什么？留下我是谁错？谁让我练成凶悍？成就了可以做王，不理后果，能抬头迎面破落。无路上亦前往，曾住气埋头苦干，无论有几尺艰寒，都不可以看下方。从没有怀疑过，从没有路留给我。难道你冠冕堂皇一句就够牺牲我？